当时杜明辉跟着曾维坤找王敏，要把吉林辽宁的医疗全给拿下，叫医疗加入什么系统，医疗系统是谁干的，是车峰干的，车峰给了他1亿啊。结果是杜明辉就找了辽宁王敏身边的人，一毛钱不给，你把这个辽宁的医疗系统给我。他又找了孙正才的情人，最关键的女情人出来了，刘芳菲去找他啊，叫刘芳菲找孙正才把吉林医疗给我。杜明辉把吉林医疗拿走了，通过刘芳菲，结果刘芳菲弄了大概是十来个爱马仕包吧，结果是杜明辉搞了1亿从车峰那拿的，车峰不被抓，这个医疗系统就是几千亿上市，肯定几千亿，而且马云已经投了几百亿进去了，最后马云全撤了，你知道啊，是吧，一个是叫数字王国，一个是现代医疗，还有一个社保基金下面的几个合作基金通通给收了。